我们这个教室会开心吗？会。对哈，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大家的一个分享会，不管成绩如何，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点。那一个点再一个点再一个点会串联起来，就是未来你们的享乐人生。那老师在这里祝福大家玩得开心。然后，保持一个最高的聆听的品质，因为同学们都很正视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展演舞台。那我们期待我们自己截取下来的影片，那回去在聆听的时候，不是下面都在切牛排，那在抬杠。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感动的可以去聆听每个同学的成果。未来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会。同学在吹奏完的时候，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，让我们同学跟同学之间做一个聆听的感想分享的一个分享会，我觉得那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那紧张难免，那老师在这里还是要先把今天一一的所有的工作伙伴，还是要跟他们先表扬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当然最感谢我们美丽的月霞哈。都是我们最帅的文斌，好，谢谢他。那我们 B 班是从学童班长担任班长，一直呢，哇，整个氛围啊、水平啊，截然的上升。那一次一次的那个设备，真的更惊人。我不知道下一学期会搬出什么进度。OK， 那我们前面最帅的两位摄影师，哦，今天把他们的家当。昂贵的家当都愿意贡献出来，我想光是这样的开场真的就是我们班最大的福气了。那我们掌声感谢他们两位。那我们之前大哥呢，我刚刚在那边邀约，就说有谁要联合我那台手机帮我同学每一首曲子的截取录影，他很大气的就说我来。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志成大哥，谢谢。那当然所有的场部应该有很多同学行前时间先提早来这里布置的，那老师如果没有呼唤到你，就跟你讲开始。总之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那祝福今天大家玩开心。那美丽主持人，老师报告完毕。